哎呀，九一块。而且昨天咱们去，咱评论说，哎，那质量好，质量还算是可以，真是不错的，小的。嗯。赢他了还是输他？输给他。我输给他了。输他那个啥？但是，他啥？走的不错。有点质量啊。啊。走的不错。输归输。输归啊，然后输还不正常。他就说，相比而言，还质量少。有点内容啊，走的。昨天我看着那魏先生没到小半年来不来？你说不来。我这说头上我以为下我得下雨、哦。你说不来，我说我下雨，我得说和别人预言了别的谁了，主要是说我就不来了。也昨天这天又冷。好歹凉快凉快吧，这是。那谁，那谁老王嘛呢？老王呢？我昨天味道先来的。嗯。你都来了。来不多。这两位大学来了。来，你也抓个啥？嗯。这边有大牌的。有大牌的。有啥牌子是？有大牌的，哎，天亮了，家庭里没谁上班啊，没谁，没谁就在来上班，有谁就不上班，得交话呢，还得，这忙的我得忙，我一上跳了就忙的，我得跑，我跑，这还知道哪屋站了，你那年的我，我说，你得哪这个屋站，方便走。妈的，我掉了！我吃那，我吃那好了。我吃，我吃那，我吃那好了。也爱吃啥？啊，肯定吃两锅。啊，是不？我肯定是吃两锅，吃两锅。我肯定要吃两锅。嗯，肯定要吃两锅。关中大吉还没消息啊？哎呀，关中这庄稼进不去啊，关中大吉呢，他都封着啊。你外庄没有，不是本庄稼，没有出完证，进庄也进不去啊。嗯，这老魏来了。哟，来了吗？这不？啊，这位凉快的，是，说，嗯，我咋的，在站着，先站着，一个吃我的小饼怎么办？一吃。那红色点播是张院长，发了些小木上水土鬼，他来这呢，他问我来，他说水土鬼了，我看着是来这呢，我来上他说了，他一上就来，他上水土鬼，我操，张洪波，好，我看他扶哪上楼桥哪去，我他是怎么就说呀？他没事再说吧啊，我因为我娘家来咱就。你一窝一堆的窝在路边上，很明显了，还不好看。要不然来俺就屋里钻楼，昂牙地洞，昂牙地洞不说了，还在来路边上晒着太阳那啥。他不是冬天，冬天太阳都是不结束。我操，咱也晒着太阳。不是，和前日那户天似的，就够你受的，晒着太阳三十来度。哎，就这下的雨，今天来这两天凉快的。一下去抓红车。
这全了，那就。那天黑的时候好点不？对。病重也全了。病重全的，但是呢，也没什么突破。这鸡，这两个鸡位置。嗯、我这两个鸡还没接着出。接着出。嗯一生狗熊都是咋是不能住啊？哎呀，你那还真没厉害呀！人说三五不出去，那也说我太狗了。回乡人都没有钱走啊，一回乡。哎，我太狗了，这是，我是太狗。狗熊不是也吉祥就出来，出来快呀！回乡人没有刀嘛？我这毛都没了。我丢了。啊，像我这种车，就像相当差了，是吧？我这是黑车啊。嗯，应该是。你走这个方向不？我说吃车呗。啊，对。这个有倒的，再一个说，就算你倒了，那么些这个肯定是局长定下的。你路水的，我中了下路。我不能叫炸了这呢。哎，下天上来。啊，对呀，这是中了下路。我是现在吃饼吗？明年三块钱找你来，我这一个地方想好铺。就是叫你吃饼能咋的，是吧？哟，还真是，你这一说，啊、你这一说，还就是。不是罗罗罗，很有道理了。为啥？这不行，这属于中药。上天也掉没有也准备走了有啥了？没去。饼都吃尽了，这冰下也还抢去了。我应该下炸了冰下，天气转去。你这是应该炸这头下。嗯，要炸下再去吃。那就是有点随手这么平铺。嗯，是吧，老太？是吧？我怎么没看到？都吃尽了，不都吃尽了？嗯，是。冰烤着烤着全部吃光了。一锅，啊，一锅。是，然后姐，我这个其实走了，那挺好，应该是先这个去抢着别人先有，再把铺打碎。什么事没有？嗯，我有一锅，那不都吃完了？吃完了，倒两瓶再说。嗯，我吃两家锅，他可是让爹叫放出门来，叫放出门来也不咋喝，那丢死。风吧，还行啊，这是。哎呀，没办法就得上菜冰箱。不叫福，关键是把那个桶出来。是吧？出来，那个主要再出来。出来让掉油他的了，年轻的。出来不要好，这就冲个扁饼。我就是拿上的豁出去绝了，别的地没一点伤。不得几条腰了。弄过去了，工作散了，他没啥事，走弄过去就行了。弄过去他别想呀。这别想那跑走走啊。走走啊。嗯。我还得想走啊。吃完第一吃。可以说吃那个饼。我吃了他们，他吃一走，吃老苦，他吃你妈，他一吃我一吃了，我吃了香，那不都是赚的？工作他就不能想太多。这气还不大。哎呀，需要跑去。嗯，想不来接着去哪去了？嘿嘿，接着去哪去？调动不用，那不用刮都行啊，拿起来，不刮了都行啊。下去买瓶啥行不？下瓶少他都不管你，你老他。嗯。拉住我应该是。一走他拉住我。就买瓶啥？哎。哎呀，这是想的想的。咱趁了，我上来，我操！咱趁了那回的。多做啊！将来一回就把吃尽了吧，小兵。硬啊！少吃嘛，这样行不行？也贵。啊，局长厉害，这个吃少吃没这个钱，这是等着也打了。这一个小兵。嗯，吃的还好呢。哎，这三家伙，啊，咋回事？
那是吃回来了。啊丢了这看呀。哟他是啥不要了。他在外面两天一住了。行吗这肯定找到钱了。这个车就相当凶悍了。下掉就跑完得死了。这就是攻击手段。吃掉。看就吃就吃啊你不能吃就吃不行我一想丢了。我手一拨就吃就吃了还就手一拨了。你看你。你不是就吃的你这就多水都没了。那就出了。他是叫我往那一想就吃啥得他。你这也没做啊。这是咋定你咋你追叫了。你追叫了。你这么好做啊。俺定我追叫啊。这不好做了都。不好做是病。专门把家专门弄来住的。不是你看吃到这铺他就把那铺也起来。哎我也不要了这样的还有你啊现在。他这人家怕吃。吃量少吃了。偏不上去是吧嗯。嗯咦俺听我一正好就帮忙他。俺哭上一堆。瞎乱想他也是大师。而且吃的跑上一算哪啥了。瞎乱想了是吧瞎乱想他也大师。大他娘娘他这一乱想他也大师。一大师我一按他就拐奖了是吧拐奖。瞎乱想他就瞎出奖。瞎出奖。出将他能指示啊这是在打着我想哎呀一乱想那一大想我看见了李老师讲的气挺好我们尽量我走得好啊我走得好啊对吧退炮他也是他打着追将他追将他追将他追脚，你不敢指示，指示他敲，这是我找敲你跑。他追脚，我又是一上这，他也是找事。吃了完吃了，他一走啊，一走他再一追脚。你上这走不管谁、啊，不管谁啊，他直接着吃屎一看。接着吃屎，你掉不得乱了，行不了。那你还管谁管你？吃掉他，他吃我一脚。就没办法了你落香啊这打打吧你是咋弄啊一小时了落香他一对奖对奖在这上还能打你响对这上就输了落香他这上就完了一走这里退炮退炮吧退炮退炮他一对奖对奖指示指示他敲你炮了啊敲你炮还是就是哦退吧哎呀，真是啊！你把他打了就打了吧。哎呀，这丢了。正好他点炮嘞，你还炮吗？我想丢砸到了你。砸了吧，你不砸。砸了还继续的弄的。这家，这家丢糊到了的，来吧。嗯。这还是继续拉。嗯。那这家，哎。回来没法办这家家走到哪上哪去了老板你看这就是这其实就是上的就是有问题知道吧有问题上破了你先不拆起来哦对大姐那是忙啊我操我现在上了我犯大姐我没法办要没有人卖他一大姐行那就是那就是我这就是那下来哎呦对呀刚才我不送跑也不行不送跑也不行嗯我一开开吧他怎么着都过吧俺都过吧一开今天水火雷不行了他俩就准备火雷
也可以，这一讲讲就完了是吧？干去还能干去？哎呀，就得这样的，给这一波一讲解，啊，再点吧。哎呦，电机掉了！不电机你得啥呀？它中间的硬头一紧，俺能飞高兴。我这你憋着咋了？好疼啊！我不飞电机不行。别飞高兴了，一下。哎呀，飞高兴也没有用，飞高兴它一退脚，又是个伤。嗯。再一想，再一想，我就得他一退局，是吧？我看你一退局摔不了吧？现在吃着去了，我推着去，我推着个，我看见你我就推着，我来推了吧。那也得那样走啊。那这也是飞翔，不飞也不行啊，是吧？嗯。你退局人得半局，没办法。没有办法，我就是叫笑了，你不上这一动作，你上来掉窟窿上来，这的你抖啊，一哭两下又直接吃馍了，那里头走，走这了，我上家口水，嗯，我到一八局，我走啥了？一八局，别吃饼了，多些不都不爱了，你这人。这棋，他得必须得摆。哎呀，一讲两讲，拔起去了是吧？拿到哪样，拔到这里吧。你放哪样就行，看他拔到哪样。吊着跑好吧？吊着跑啊，吊不住啊，他一吊跑，我看看。吊着跑，别想乱劈。你这样哈，我踢一步呢，踢一步更舒服。你踢一步，哦，走吧，啥都不跑。哦哦，师傅跑的原来没有他，就这走这散。哎，那跑也吃不得了，反正是。那跑也吃是不敢吃，吃是不敢吃，就是。他还要商量，他得讲，他得想国旗兵嘛。我还过骑兵，我叫鸡草娘，我叫啥？过骑兵。鸡草娘娘，娘机会不完了吗？我的骑个骑。过骑兵，他也没有机会吧？不能的。嗯，就是。我先抖个脚。就过这这个。我觉得成绩就少了，还是真是。一口一套，两口。抖过吧，他。啊，抖过吧。这要可扣上是吧？咱看不上，咱不去是吧？这不去看不上，看不上就完这了。这，而且看不上。嗯，嗯，咋了？我挺好，我行。